上集说到关注喜爱讨论度爆表的一日女友系列单元后，第二集又会邀请到哪位来宾与他的心仪女神约会呢？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 Mike， 今年24岁。那我的星座是狮子座，平常的工作是电脑工程师。那身高体重不好说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皮肤比较不好，比较没有自信。欸，没有，因为我的肤质没有很好，然后脸上有很多痘斑。平常也不太敢跟女生对眼太久，就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。我是都可以啊，他如果能接受我的皮肤状况的话，就是能给我一点自信。我选这两罐好了。这样我要先用哪一罐？Hello， 你好，我是你今天的一日女友，我叫雨安。真的假的？Hello， 我在做梦吧。那我现在来帮你画咯。哇，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呢。那接着帮你上男士清爽 BB 乳液哦。哇，欧巴变好帅哦，欧巴变好帅哦。是吗？我在做梦吧。想带我去哪里约会啊？我可以决定吗？那可以啊，走吧。为什么来参加一日女友呢？因为我的肤质没有很好，然后脸上有很多痘斑，平常也不太敢跟女生对眼太久，就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。化完妆后的你，肤质看起来超棒的耶！Thank you.